没吃过瘾哈，你们也没看得过瘾，再继续吃哈。你们如果喜欢吃这个，真的可以尝试尝试一下，真的特别特别的鲜。这个是脆皮的哈，所以这个肉质有点松软，但是这个特别肥，这脆皮的哈越肥的，这个牙齿的地方哈要抠掉，不要吃的，这个全是软皮的，软皮肉都能吃。这个醋哈一定要放多才好吃，醋放少的话没有味道。看这个是黄啊，看，看一个。